三国鼎立，内乱不止，为何外敌不入？三国时期，群雄逐鹿，魏蜀吴三国征战不休，中原大地如同沸腾的热油，战火四起，民不聊生。就在这内乱不止的乱世之中，周边强敌环伺，却为何不见外族大举入侵？纵横历史现实，品评时代人物，欢迎订阅《馆陶解读》。从曹操的北伐说起，建安元年，中原大地的混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各路诸侯纷纷割据一方，内战不断，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乌桓、鲜卑等也开始窥伺中原这块动荡不安的土地。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曹操意识到，如果不先稳定北方的边境，任何一统天下的愿望都只能是空谈。因此，曹操在解决了袁绍的威胁后，将目光投向了北方的游牧民族。他清楚的知道，若要确保中原的稳定，必须对北方外族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于是，建安十二年，曹操亲率大军北征乌桓，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次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锋。曹操的大军在此役中展现出高超的战术智慧，他精心策划，避开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机动优势，选择了以其不备的时机发起突袭，成功攻破乌桓大本营。 俘获其首领蹋顿，这一战不仅彻底消除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还让曹操威名远扬。曹魏的北疆因此得到了数十年的安宁。这位曹操在南方与刘备、孙权的争斗中，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战略缓冲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曹操并未因这一胜利而自满，而是继续派遣得力将领如田玉、张辽等镇守北疆。田玉以其杰出的外交手段和军事才能。 通过离间计策分裂乌桓和鲜卑，让这些游牧民族内部互相攻伐，此举进一步确保了北方的长期稳定，也为曹魏奠定了牢固的边疆防御体系。可以说。 曹操的北伐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更是对未来外族威胁的一次战略性化解。东吴的山越威胁，三国时期的东吴面临着一个与中原不同的外族威胁，那就是南方的山越族。这些山地民族自古以来就对中原王朝的统治构成了挑战。早在孙策统治时期，东吴就与山越族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交锋，但孙策采取的更多是武力征服。 孙权继位后，意识到仅靠武力征服并不足以长期维持南方的稳定，他决定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以确保东吴南疆的安宁。建安三年，孙权发起了对山越族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在这次战役中，孙权展现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东吴军队迅速击溃了山越的主要抵抗力量。孙权并未因此止步不前，他清楚的认识到。 山越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地域优势，单纯的武力压制很难让他们彻底归顺。于是，孙权开始推行一系列民族融合政策，通过文化和经济手段来吸引山越族，逐渐融入吴国的统治体系。诸葛恪继承了孙权的这一战略思路，在他主政期间，采取了一项极具针对性的政策——割粮策。公元二百三十四年，诸葛恪通过切断山越族的粮食供应。 迫使他们陷入困境，这一策略显示出诸葛恪对敌方心理的深刻把握。他利用山越族对粮食的依赖，成功让他们低头求和。这种釜底抽薪的战术不仅避免了东吴军队的过多伤亡，还实现了对山越族的长期控制。 通过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孙权和诸葛恪最终将山越族逐步纳入了吴国的政治体系。这种融合不仅巩固了东吴的南方边境，还为东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人力，使得吴国在三国纷争中占据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后方。蜀汉的南方安定策略，蜀汉虽然国土面积较小，但其边境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刘备称帝后。 蜀汉的南方边境一直受到蛮族的威胁，这些蛮族不仅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还常常发动叛乱，给蜀汉带来了不少麻烦。尤其是南方的蛮族首领孟获，更是屡次挑起对蜀汉的战争。建兴三年（二百二十五年），丞相诸葛亮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南征，平定孟获的叛乱。与其他将领不同，诸葛亮不仅擅长军事谋略，还非常注重攻心位上的策略。他认为。 单靠武力征服，并不能让蛮族真正归顺蜀汉，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因此，他在南征过程中采用了一套与众不同的策略。在七擒孟获的过程中，诸葛亮展现了极大的智慧与耐心。每次俘获孟获之后， 他都选择释放对方，这种不杀不压的策略令孟获心服口服。孟获在一次次被释放后，逐渐认识到蜀汉的强大与诸葛亮的仁义之心，最终选择彻底归顺。这不仅使得蜀汉南疆得以长期安定，也为蜀汉在与曹魏的北方战事中腾出了力量。诸葛亮的南征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政治智慧的较量。通过安抚和感化。 诸葛亮成功的将南方蛮族纳入蜀汉的统治体系，这为蜀汉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这一策略的成功，也为诸葛亮后来北伐曹魏奠定了稳固的后方保障。镇守辽东的勇士，说到三国时期的边疆防御，公孙瓒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作为辽东的守将，他的勇敢和果断使他成为守卫北方边境的中坚力量。 在面对匈奴、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的侵扰时，公孙瓒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从一位普通的将领崛起为辽东的守护者。他的背后有着无数次与外族厮杀的经验积累。东汉末年，辽东局势动荡不安。 北方的游牧民族频繁骚扰边境，尤其是在公元一百八十五年到公元一百九十年期间，辽东成了北方外族频繁入侵的目标，边疆百姓的生活陷入恐慌，急需一位能够守护这片土地的将领来稳定局势。公孙瓒临危受命，受命镇守辽东，他没有辜负朝廷的期望，多次率领军队击退了入侵的外族。在与乌桓的战斗中，公孙瓒展,展现出了先发制人的战术智慧。 当时乌桓大军正在准备袭击辽东边境，公孙瓒没有选择被动防守，而是率军主动出击，采用了突然袭击的策略。他精心挑选时机，趁乌桓军队尚未完全集结时发起进攻。这场胜利让乌桓的军队陷入了混乱，彻底打破了他们的进攻计划。战后，乌桓的首领被俘，辽东边疆暂时安定。公孙瓒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辉煌，更为辽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暂时的安宁。 他的名声远播，辽东的外族在听到公孙瓒的名字后，也不再轻易发起进攻。这段时期，辽东在三国的纷争中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公孙瓒的勇猛和智慧不仅让他成为边疆防御的英雄，更是在三国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公孙瓒的防御策略并非只是简单的武力打击，他深知游牧民族的威胁不仅仅来自其强大的军队，更在于他们机动性强，能随时调动部队进行骚扰。 为了更好的防守辽东，公孙瓒积极加强边疆的防御攻势，并且注重与其他边疆将领的协同作战。他还积极训练士兵，确保在面对外族入侵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这种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使得公孙瓒在三国纷争中保持了长久的边疆安定。魏蜀吴一致对外，纵观整个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属 吴、三国彼此争斗不休，但在抵御外族入侵方面，却展现出了一种默契的一致对外兴号的态度。三国领袖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深知，内战可以暂时撕裂中原，但一旦外族趁机崛起，则可能对整个汉文化的存亡带来致命打击。因此，在处理外族威胁时，他们不约而同的采取了防御与进攻相结合的策略。 确保外族不会趁三国纷争时入侵。首先，三国的军事战略中都不乏优秀的将领镇守边疆，例如曹魏的田豫、张辽，东吴的诸葛恪、蜀汉的诸葛亮。这些将领不仅善于军事战斗，更在边疆的管理和维稳方面表现出色。 他们不仅通过频繁的军事打击瓦解外族的进攻意图，还通过各种离间计和外交手段分化外族的力量，使得游牧民族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军事行动。曹操早在北伐乌桓的胜利后，就深知必须将外族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他多次派遣将领到北疆镇守，并且通过扶持亲卫派的游牧领袖来削弱他们对中原的威胁。 与此同时，蜀汉在南方对蛮族采取的怀柔政策也同样有效。诸葛亮通过七擒孟获等行动，彻底稳定了蜀汉南疆，让南方的蛮族不再成为威胁。而东吴则通过对山越的软硬兼施策略，逐渐将山越族融合进吴国的统治体系中。三国不仅依靠军事手段应对外族威胁，还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智慧。 他们通过联姻、互通使者等方式，稳定了边疆与外族的关系，避免了在内战激烈的同时，外族成为潜在的威胁。例如，曹魏与匈奴的部分领袖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蜀汉也与南方的部落首领建立了互利的贸易往来。这种以外交缓和战争的手段，进一步避免了外族大规模入侵中原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三国在处理外族问题时，始终保持了互不干涉的默契。 虽然三国之间彼此敌对，但在对外族的态度上，他们并未采取利用外族对付对方的策略。相反，三国都对外族保持警惕，并通过控制边疆的方式，防止外族力量成为对方的军事盟友。这种默契使得外族在三国时期始终未能形成足以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三国时期，外族入侵的威胁始终存在。 但最终未能对中原构成致命威胁，这与魏、蜀、吴三国君主和将领们的英勇抗争密不可分。他们以实际行动证明，只有内部团结一致，才能有效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回望历史，我们更应珍惜今日的和平与安定，铭记历史的教训，居安思危，团结一心，共同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见。